欢迎观众朋友，阁继续登来新闻的现场。德嘉蜜枣进入圣山期，德嘉公所辅导农民建立金龙品牌形象。以金龙蜜枣的栽种地点以福金地区为大宗，上午德嘉公所也举行宣传的记者会，宣告民众现在品尝蜜枣正是时阵。另外，德嘉国小也伫咧现场进行户外教学，小朋友大嘴的食枣啊，大声话讲真甜真好食。德嘉蜜枣进入圣山期，德嘉乡长温良江现场大嘴试食蜜枣是鹅乐连连。枣啊吼，会使讲吼啊，真脆真甜啦吼，啊所以讲，你看，食着口腔球吼，非常的好食。德嘉乡在每年农历十二月中开始进入蜜枣的圣山期，会使持续到今年的三四月份左右。分布地区有福建、龙山、湾桥、宜兰、紫云等村，是以福建村为大宗，栽植面积在六十公顷左右。其中德嘉乡公所为辅导农民行销，仅以金龙蜜枣为品牌来行销。啊，咱这个市场中哈，啊，较慢吼，咱这较寒吼，啊所以配合咱只地震吼，啊，甲咱农民的技术吼，会使讲种起来做啊吼，啊，这个品质吼，会使讲吼，啊，这个肉很细腻啦吼，啊，这个汁够有，啊，够真脆。最主要这做啊，这只都是爱下铺吼，啊，所以讲咱德嘉这个做啊吼，啊，伫这几年来吼，咱这个金龙蜜枣，伫咱农友的努力之下吼，会使讲吼，啊，品质拢受到咱消费者。会当来肯定安尼吼。德嘉蜜枣是以芒实栽种为主，来防止果糖的病虫害，也爱依照着果树的状况来收割，所以为着保持品质，照顾上是非常的费工。而在上午的宣传会当中，德嘉国小的小朋友也拄好来到现场，校外教学，小朋友大嘴食枣啊，是大声话，真甜真好食。甜不甜？好不好吃？那刚好在我们的社区哈，我们的司机先生，这是他的枣园，然后他已经种很多年了。我们的小朋友常常会来参观，那枣子怎么样种啊？怎么样成熟啊？那个果粒怎么样挑选，都会让我们小朋友亲自来看。那这样对于他们的那个学习很有帮助。德嘉乡公所表示，蜜枣的品质是受到气候的影响，所以目前的技术和品质拢比去年也更加高。而德嘉乡公所是推动果农来分级包装，含加入着观光农行的观念，让消费者吃到安心，也提高着农民的收益。细心新闻，陈凯华，德嘉乡采访报道。